哎呀妈的天啊，这大哥现在是用撑子钩啊，钩撑子，这是赶海里面比较专业的一种抓法，也是比较简单，不用用盐，直接找到撑子洞一怼进去啊，就拿来吧你。这一分钟得抓了十好几个，这是又来了一个洞，他又上来了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啊，也不费盐，又滑走啊，主要抓这个东西还比较的快乐，又一个，太多了。这是一个蟹妈妈，她正在保护她未成年的孩子，看看，咱不让看，看看，她孩子的个头不算是很大呀，吓得都卧沙了，跑的是贼快呀。给埋起来吧，不要埋了，看吧，这一幕好感人呀。刚才我那个是水里掏了几下呀，这底下有啥呀？我那个乖乖太大了，我没赶时间往下拉，它藏的实在是太深了，应该是个大恐龙蛋。我的天哪，出来！哎呀妈的天呀，这大哥感觉好棒呀！看一看怎么样，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？啊，个头是。